还搜吧。我觉得每天治这个精神病的都是因为五点半到七点半看大侦探。哦，我搜的是熏雷，我去搜心系。一觉难醒，不用五分钟后会立刻进入深度睡眠，睡眠长达12小时。你看那个护士站禁止干的事儿，差不多就是咱们的一天。严禁在下雨天和蘑菇聊天。那这个准。严禁把小饼干啃成手绢。严禁在浴室里过家家。严禁把拖把子。梦幻一夜，少量服用会导致昏迷，过量服用有致幻效果，乃至于死亡。我是实习医生小美，今日来信希望能借助贵社的影响力曝光贾院长、甄心机两位无良医生。私下调查发现，今年发生在真漂亮全科医院的八爪兔传染病事件另有隐情，经确认该信件内容纯属虚构，予以退回。一个宽敞的地方搜身吧。哦，来吧，搜身就一定要请出这位，是吧？啊，咋了？搜身，为什么？你不是狗吗？哦，当面侮辱人呐！这口袋，我称。你搜身，可以了。安检。哦吼！跑什么呀？不重要的病人啊，一觉难醒不能与风丽婷同服，否则会中毒。这是你计划的杀人手法。他这个手法还很难，因为你看他的治疗清单上，风丽婷每日一次，饭后一觉难醒每日三次，饭前等于是但凡岔开服用都没事，就隔一顿饭。但是本来是准备去护士站偷药的，结果还没来得及行动就嗡哇就开始报警。那你这三点一刻也太晚了，都黄瓜菜都凉了，赶上看看早的吧。来，我没有，看你的。我没有。别了，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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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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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有。你来一个那个别的，哎呀，你来一个稳重点的来搜，我有点怕痒。来，这儿啊，裤兜有，有。这是什么的粉末？这个是他喂我吃那个鸟丸磨碎了之后的粉末。我也是在贾阿姨给我留的医学书里面找到了它含有 DCF， 这不是慢性的吗？这个已经超过了致死量，然后对，我就准备给他下这个药。哇，你比较厉害，你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居然都没有人理我，转身急急走了，太过分了。你的美貌我们已经看到了。哎，我搜出了什么？我的美貌，我搜出了你的美貌。这里都找过了吗？太能翻了，何能翻？未经消毒的医疗垃圾贩卖给餐具制造厂商等等。再搜搜呗，侦探。搜搜。搜到证据就好久，搜到证据需要久。当，你都有东西。哎呦，夹层。照片，哇，视频。